你怎么从后门进来？我感觉好像有人在跟踪我。跟踪你？没人啊。该不会是还没好吧？还是用错药出现幻觉了？不是，真的，真的有人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私密文件，杂志社的资料。你又回杂志社工作了？嗯。 这次我决定认真工作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看个东西啊。你还记得他吗？不记得。哎，我记得那个宴会的时候，你不是还找他签名？欢迎光临，你要喝点什么吗？Espresso， 谢谢。皮皮，这么巧，你也在这儿。萱姐，你怎么？我在附近有个采访结束了，想过来喝杯东西。啊。 怎么了？还没有头绪啊？要不我帮你查查看，我跟方俊雪他们公司的经纪人很熟。不用吧？怎么不愿意啊？不是，不是的话，那我就帮你打电话喽。汪大经纪人，咱们不都说好了吗？我们家麦克的事啊，能压就压，好处啊，肯定少不了你的。我现在对你手底下那几个小鲜肉的绯闻可没什么兴趣。 嗯，那你找我来？方俊雪，你熟吗？啊，你怎么突然关心起他来了？他最近都没什么消息，你在公司见过他吗？哦，你们都知道这消息了，他确实失联了。我们公司上下没人能联系到他，得半年了吧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干什么呢？对不起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们黄老板呀，找他都找疯了。他经纪人呢？他没有经纪人吗？三年换十个经纪人。 这两年没人敢带他，是不是恋爱了？他有交往对象吗？别闹了，他那心高气傲的，能看上谁呀？哎，前段时间在片场拍戏啊，好像真的出状况了。状况？什么状况啊？吐了好几次。那是怀孕了吗？ 那这样的话，网上那些传言都是真的呀？这么跟你说吧，网上能传出来的消息啊，大部分都是真的。那看来是出国偷偷生孩子去了，怪不得国内没他的消息。他在国内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是觉得，既然那部戏是一年前拍的，那。 就算出国生孩子，也应该回来了吧？谢谢啊，小意思。别紧张。 好久没有到学校里来了，上课的感觉是不是很好啊？哎呀，不行，我好久没有学习了，我觉得我会跟不上进度的，我还是走吧。你别怕呀，你要给自己信心，有信心好吗？加油，来。 不行，我还不知道是谁在跟踪你，所以我不放心。也可能是我多想了，或许没有人在跟踪我呢。我陪着你吧。喝不喝水啊？一会儿再喝。哇，这是别人家的男朋友。同学们上课了，不要紧张了，好不好？上课了，上课了。辩证法三大规律啊。 对立统一，量变质变，还有呢就是否定之否定啊！别光顾着看帅哥啊，其实你们老师也是不错的。咱首先呢说一说对立统一，任何的事物都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一种矛盾组成的啊。那位同学，说你呢？你输呢？
我书啊，老师，他今天书忘带了，我跟他今天看一本。我问你，你书呢？我的记在心里了。记在心里了？就是你要讲的这些知识。哦，我教的这些你都记下来了是吧？好，来，刚才我说的是对立统一啊，来，你讲一下量变质变。量变和质变。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，量变到一定程度引起质变，产生新质，然后在新质的基础上又开始新的量变。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和必要准备，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。质量互变的规律揭示了事物的状态和发展的过程。怎么样？我是不是说的跟书上一样？